大家好，欢迎啊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JL Toy Review， 我是您的主，今天的主持人 JL。今天我们又来拍一下这些多米卡了。这多米卡名字叫，这是来自 Aeon 的，所以这个是叫英国警察车。OK， 我们来简单看这个盒子。首先你可以看到，这一边是多米卡的斯代达，然后这里是 Aeon， 然后这是 Aeon sponsor， 型号47英国警察车，然后这是他的车。Of course， 他没有展示出他真正的车是什么样子。偏好，然后他的名字，后面，这是旁边，也是没有东西。OK， 开始开箱吧。好，所以他是没有附送纸张的，因为这是 Aeon 特别版的，所以没有纸袋，是这一些。OK， 这个就是他了。非常喜欢他这辆英国警察车，因为他是 base 英国的警察在做成的，所以非常不错。新年白色，有一点点的蓝、黄色跟蓝色。OK， 放在刚才的前面，前面 sponsor 是 Toyota logo， 它的这边镜子是还是是 plastic 的。然后呢，再看一下它的旁边，旁边这里是写着 police and。哎呀 sorry 啊，这边是可以打开的。OK， 它是它的后面，后面也是独特的 design， 非常不错的轮子。哦，它的旁边也是没有警察车，然后这边只是一个黑金吧呀，然后这边的车门是可以打开。然后轮子也是不一样，跟其他多米卡轮子也是不一样的。OK， 回来前面。哦，它的车底你可以看到，哦，名字叫应该是 Toyota Land Cruiser， 这边是它的名字，目的是2017年，然后型号44。到此为止了，希望大家继续 subscribe 加订阅。如果你想第一个人知道我的消息的话，请按那个小叮当。我是你的主持人 JL， 我们下一次再见面，拜拜。